原标题横跨美国军警民三界，这把霰弹枪的霸主地位不容置疑。和平时期他们是艺术品，战争期间他们是魔鬼。欢迎来到高木手札战地军械库。说起霰弹枪，相比大家都不陌生，不管是在十年前玩反恐，还是十年后坐地吃鸡，我们都对这类枪有一个爱称，喷子。散弹枪是指无膛线滑膛并以发射霰弹为主的枪械，有一些霰弹枪为了精准度发射毒头弹时会更换有膛线的枪管，一般外形和大小与步枪相似，但明显分别是有大口径和粗大的枪管，部分型号无准星或标尺，口径一般达到 18.4 毫米12号。霰弹枪就称为猎枪或滑膛枪，现在的有时又被称为鸟枪。霰弹枪的枪管较粗，子弹粗大，射击的时候声音很大，是近战的高效武器，直来直去，近战威力巨大，是我们对他们的第一印象。不过您知道在霰弹枪家族中哪把枪最受欢迎吗？答案是雷明顿 M870。 200年前美国著名的武器公司雷明顿诞生，两个世纪以来，雷明顿公司生产和设计的枪支无不影响着美国的发展与世界战争史，跨越美国南北战争、一战、二战，步入和平年代。时至今日，雷明顿依旧是轻武器中的名枪典范与收藏极品。如雷明顿公司现任 CEO 詹姆斯·马可图里所述，1816年后的雷明顿历史就是美国的历史。雷明顿 M870 是霰弹枪，是雷明顿兵工厂于50年代初研制成功的，因其结构紧凑、性能可靠、价格合理，很快成为美国人喜爱的流行武器，被美国军警采用。雷明顿兵工厂也因此而成为美国执法机构和军队最喜爱的兵工厂之一。从50年代初至今，它一直是美国军警界的专用装备，美国边防警卫队尤其钟爱此枪。12号口径管状弹匣，71发子弹，全枪长1060毫米，枪管长533毫米，全枪质量3.60千克，缺口瞄准具，片状准星，配用12号23.4英寸霰弹。雷明顿 M870 是霰弹枪，是包括 SLOT 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的近距离杀伤性武器。作为泵筒装填霰弹枪，在突击进入建筑或防守时有着超高的性能。自1950年雷明顿公司推出了 M870， 它就一直是史上最热销的霰弹枪，至今已有超过1000万支雷明顿 M870 霰弹枪卖到猎人、运动员、执法机关和士兵手上。每支雷明顿 M870 霰弹枪都有一个由坚固钢坯所锻造的机匣，这不仅增加了枪支在极端恶劣条件下的强度和耐久性，也提高了其质量和可靠性的声誉。雷明顿 M870 霰弹枪于1950年推出后迅速成为美国民用市场霰弹枪的领头羊，并随后占领美国警用霰弹枪市场。时至今日， M870 已成为机筒式霰弹枪中适用范围最广、产量最大的霰弹枪之王，横跨军警民三界，占有不容置疑的霸主地位。和平时期他们是艺术品，战争期间他们是魔鬼。高木手札战地军械库将为您详细介绍100个经典军事武器，欢迎大家的关注。现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或许下一期刀叔就会说您最喜欢的军事武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